大家好，这里是严浩翔，然后这是很久没有更新的视频日记，所以说今天更新一下。然后日记的话，先讲述一下今天干了啥。今天的话，声乐课，然后再是录音，然后晚上上了舞蹈课。对，感觉一整个就非常的充实，包括。最近这一个月的状态都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充实，前面准备新歌嘛，然后后面准备别的东西，一直到现在，每天是舞蹈课加声乐课这两个课，没有别的课，因为在准备东西，对，一整个状态呢就是，痛并快乐着，就是你的意识、你的精神在告诉你，就说状态非常好，然后。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两天不闭眼，但是呢，我的身体在告诉我说，练了一定的时间之后，我的身体告诉我说你该休息一下了。别的话倒也没什么特别多的东西了，因为最近主要是在准备一些活动嘛，对。然后最后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，然后注意身体。再者就是早点休息，晚安。